马上又到了老兵退伍的季节，百寸头梳理了军营十八贯，聊以纪念这峥嵘岁月，请老班长们补充完善。01年四季把帽戴，样子特别帅。02自力更生别见怪，优良传统传万代，闲暇就要扛着铁锹去种菜。03只写方块和拉哥，对列帽刺与腰带。04被子叠成豆腐块，跑马之后翻着盖。05做的比牛多，吃饭比谁快。四种的蔬菜环保又美哉。06起的比鸡早，睡觉好安排。夜半三更紧急集合还常来。07休能训练不能少，早操晚点名当然不例外。08喜庆节日年年过，战备执勤谁能来。09部队纪律严，对象夹相待，就不允许与驻地 MM 谈恋爱。10脸盆洗脚不分开，饭前唱个动马快。11训练都加两腰带，裤子肥得像麻袋。12发型剃百寸，走路绑甩开。13全部家当一麻袋，走到哪里都要带。14碗筷牙缸随时带，出差执勤不用买，关键还是内务统一在作怪。15冬天防御寒，大衣当被盖，平时不穿还要叠起来。16言谈举止讲军风，走路不能无人带。17行动必须受指派，绝对保密不对外。18都言当兵伍，70是瞎掰，为何还有那么多的留下来，自己去猜猜。军营第十八卦其实他不怪，离别之情动天地，泪流成两排，军歌伴左右，铿锵震天外，军旅时光难忘怀。